1.5瓦50毫米碳钢，切割速度2米，你信吗？其实我也不信，不信的话，你就看到最后，不到两米，算我输。普雷茨特 2.0 激光头，焦长300，焦焦范围加25到-30，50毫米碳钢亮面切割。视频最后送参数。看到最后，我输了。